做嘢同啲人啦。咁我而家已經 meet up 咗我台灣朋友啦。一次。咁啦，我哋啱啱嚟到呢個飯包吊城，飯包。打包之後咧，我哋去咗發包對面呢一間鋪頭行街。我哋而家咧入咗一間鋪頭啦，咁樣咧我就揀咗件衫，佢話可以即刻車到去度身訂做。吉登堡呢度 L 好靚㗎呢隻色。有冇睇？我喺度買咗260多萬衣服。全部都是 Taylor 的。你要給錢嗎？每次給錢要看多少個零，好狂的。他們在做酒店啦。我們現在回到酒店，現在去做 SPA。 Hi SPA room。 這裡呢就是我們酒店的位置啦。這個 SPA， 它這個 SPA 是你預約間酒店的，它有 room 和在裡面的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是一個怎樣的 SPA， 是在浸浴還是純粹按摩。我就是個 lobby。 我們呢剛剛做完 SPA 啦，我就覺得挺舒服的。之前你覺得舒服嗎？舒服。對，如果是計即係 package 跟住包埋嚟講，我覺得幾舒服。佢係一個精油按摩啦，跟住佢後屘就會有啲熱草包幫你敷一敷咁樣一個鐘，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好。咁佢呢度咧，其實仲有其他咧一啲 massage 嘅 item 啦，不過咧就冇咁抵咯。我而家咧就去 check in 我哋嘅酒店房啦 ，Go go！ Hi， welcome in。呢度是我哋嘅 resort 嘅房啦，咁呢度就係我哋嘅洗手間啦。跟住呢度咧就係我哋嘅 living room 啦。咁佢咧係一個樓中樓嚟嘅，所以咧呢度樓梯上去就係我哋嘅房啦。是不是很有 feel 啊？蜜月套房超美，蜜月套房，楼中楼蜜月套房，真的。小电视，是电视，还有书桌。那你在这边看下去，来一个台吧，给赞，很漂亮哦。嗯，那我们的 room tour 结束了，耶！今天晚上睡着，没错，不要踹我，不会，不要打呼，不要抱，不要抱，把我抱得很紧。刚做完 SPA 咧，两个人都劲眼瞓，但我哋唔可以而家瞓觉，因为我哋而家要出去。咁我哋出去见啦。Thank you.
我。